幻想，一起烦恼，一起拥抱，想成为你想起就傻傻笑的那个人。哇，好可爱的小狗呀，叫什么名字呀？它叫盆盆。啊，盆盆今年多大了呀？4岁了。乖，你好，可以帮我个忙吗？啊，给你，谢谢。哇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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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烦恼一起拥抱，想成为你想起就傻傻笑的那个人。我的秘密，你没事吧？没事吧？没事就好，刚吓死我了。嗯，抱宝宝。啊，找妈妈去吧，快。刚刚真是谢谢你啊。我是担心狗受伤。你刚刚突然不怕狗了？是啊，好奇怪啊，怎么就突然不怕狗了呢？嗯，哦，哎，郭轩，我听说你们第九事业部在招人。嗯，其实我也挺喜欢3A游戏的，也特别羡慕和崇拜第九事业部。我在网上也有画过一些画，还有很多人喜欢呢。你对你的工作就这么没有忠诚度吗？啊，不是啊。嗯，那你晚上有空一起排练吗？没时间。嗯，你最近跟小毛还闹别扭呢？我跟他闹什么别扭啊？自从知道他有暗恋对象之后，你明显不爽啊。哎，你不是喜欢他吗？我会喜欢一个连面都没见过的女生吗？你这种怪胎谁知道呢？新年要到了。嗯，一般女生跨年都干点什么呀？我不知道啊，我又不是一般女生，我是漂亮女生。不是，你想见面就直接约嘛，你说这些干嘛呀？谁说我要约她了？